混蛋！是我打了无比的黑洞，都是张峰跑了。你可够黑的！我受够了你对我这样的折磨！来呀、啊！全部开枪验货！不敢离婚！你死了，我现在就是个罪人。我这次是免费辩护。你太天真了，这小子有问题，犯的可是死罪。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是。我不该让阿强干这事儿。黑社会背景的犯罪集团，我屁就放了。为什么呀？事实的真相。什么叫犯法？谁让你们配的？想拿我的儿子开刀？这帮王八蛋！没看错。诬陷！李沧区、城阳区，我们已经布置了警力，车站、码头、机场，我们已经通知了武警，估计很快就有消息了。那朝阳区呢？局长，张峰跑了。不跑才怪呢，知道的人这么多。来，那你先小组撤回了没有？没有。现在已经开始实施第二套抓捕方案了，动员了全市的警力，在各个路角设岗。偌大个天都市，你苍哥把人让我们抓不到摸不着，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您知道的，如果我们抓不到张峰，有比我们更着急的人。哎，你的人马和小组一个也别撤回来，而且要在全市大张旗鼓的进行搜捕，就造成这么一个态势和压力，明白吗？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，如果这些办法能够起作用的话，我敢保证今天晚上就让你能够看到这位张峰先生。真的？当然。不信？打赌。行啊。赌什么？杨丽丽家没人，执行第二套方案。是。
生什么事了？不太清楚，是不是又有什么突发事件了？不像。如果是突发事件，陆伯陵怎么没向市委通报啊？要不要我问陆伯陵啊？不用，你不要问他。对不起，请出示证件。这是市长的车。好啊，人家要查证件，那就查证件嘛。什么市长不市长的？嗯。辛苦了。市长，对不起，请过去吧。既然要查车，什么车都该查啊。谁也不能搞特殊啊！啊，再见。如果都像你这样，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。哎，对不起，市长想问一下，前面发生什么案件了？哦，我们是在抓捕一个在逃嫌疑犯。抓捕逃犯？谁呀？案情的详细情况我们也不太知道，只是让我们设卡抓龙腾集团的总经理张峰。张峰？对，好像白天第一次抓捕，他逃跑了。老黄，咱们走吧。他们怎么这么快动手啊？你抓张峰的事，你告诉明宇了？我只是让他有个思想准备。况且，张峰恐怕知道消息比我们还早呢。你们这是害他呀！老庞，又有什么事儿啊？人不都让你们抓了吗？我们去了龙腾集团，张峰跑了。什么？张峰你们没有抓到？抓到了，我还来找您啊。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去替你们抓人了？我，张峰跑了，我要求拘留聂明宇。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呀？不干了，我要对聂明宇采取保护性隔离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现在张峰背着聂明宇干了很多的血案，而且这些知情者一个一个都被他给灭掉了。我担心下一个就是聂明宇，我现在以拘留的办法先把他保护起来。不行不行，庞天月，我警告你，要抓聂明宇，必须有我的批准，必须有组织上的批准。那好，张峰是跑了，聂明宇你不让动。反正我向你汇报，产生的一切后果我不负责。我要立即向聂市长汇报。你看着办。喂，毛毛，不是贺清明，我告诉你件大事儿，我得到了龙腾公司贪污行贿走私涉赌的第一手证据。贺老师，是真的吗？真的。你无法想象他们这些年的所作所为。那你赶紧寄过来吧，中纪委的方阿姨是我同学的妈妈。不行，这是龙腾公司高层人物给的我珍贵的证据。至于他们之间发生什么事儿，我也不清楚。反正东西在我手里，寄出去太危险了。再说我又离开电路室，我想，你想让我过去对吗？你来取也最安全了。我想让你把丹丹一起带走，这样我也觉得放心了。好，我这两天就赶到。不过赶到之前，我想跟方阿姨先打一个招呼。你自己多保重。嗯。
时间可是差不多了，嫂子不会来不了吧？不会，她从来没让我失望过。哎，还是再等等吧。可是哥，那个船可是不等人的，要不您看这样成吗？您先自己一个人出去算了，这边啊，反正有我呢，嫂子也不会有太大的危险。我说傻小子，他对我有多重要，你不懂吗？聂明宇现在肯定发现我已经失踪了，那么同样他也知道，丽丽是我在天都市唯一舍弃不下的人，他能放过他吗？也是。他们走了，等着。哥，没事，走。
哥，船不会有问题吧？那船肯定是没问题，但是我总觉得好像有点什么事儿。哎，小蕊，啊，这样，你带个丽丽从这儿过去，完了我从那边绕过去。哥不行，我先过去看一看吧。行了，就带丽丽走吧，快。张峰，我不走，要走一块走。都什么时候了还走？快走，快走，快走吧。脚底下。魏助理，我等你好久了，啊！把枪给我。嗯？走。嗯。别喊！别喊！放开我！别走！别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别喊！小瑞，我也是身不由己的，乖乖的跟我回公司，什么事儿也没有。放你妈了个屁！就你这种奴才也配威胁我？把枪给我放下！你知道我最烦什么？三秒，只给你三秒钟。小瑞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狂啊？这几年我就看不惯你这个。现在在公司那会儿，你再胡说八道，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？崩了！来呀、啊！对战不？啊！啊！不敢崩是不是？不敢崩是不是？我已经告诉过你了，如果再有下一回。我不会给你一丁点面子，知道吗？啊！把枪给我放下！放下！瑞哥，就你们几个，玩枪还是我教的呢，听见没有？瑞哥，别逼我们！把手都放了！别逼我们！枪给我放下！瑞哥，别逼我！放下！再逼我，我打死他！你敢？神秘的报案电话，说是张峰在平岛码头和一些人火并。哎，这一切跟我们预料的一样。那边，先去，把人弄到手。阿明，张总，今儿抓到张峰以后，你可得跟我说啊，怎么就说得到消息就能得到消息？有内线啊？一号车，给一号车。上车！快上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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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先走，哦，小瑞，
怕死，一块走。张峰，其实你不该走，你也总会很不高兴的，道理都一样，也许几个月，也许几年，还会和他好好生活在一块儿。去你妈的！我已经通知了公安，他们马上会到，你要做的就是等待，然后解释这一切。张峰先生，累坏了吧？来，老陈，红军，带他上车。是，怀斌，我看着快，走。收队，收队，收队了。聂明宇是一个警觉的人，他会本能地避开所有潜在的危险，就像这一次张峰对于他一样。聂明宇深刻地懂得，张峰是一个智商惊人却总是怀才不遇的普通人，是他给了张峰施展能量和才华的舞台。但是聂明宇总是自觉地与张峰保持着适当的距离，直到今天，当张峰永远地从他身边消失的时候，他才突然明白，张峰很久以来对于他意味着什么。也许，那是一种友谊。张峰，医生说了，你这点伤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过两天就好了。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龙腾公司从来做的都是大买卖，那你的事儿肯定想不了。这两天好好想想吧。你呀，还是先说说到底是谁把你伤了，是不是龙腾的人？怎么现在就生气？不是说好了吗？着什么急吗？
嫂子。哎，梦莲。哎，来来来，嫂子，张峰的事情你应该知道了吧？没想到那么严重。我想大刘是有证据的。怎么着，梦莲，是让我和大刘去说说？你当了警察的妻子那么多年，不用我说你也知道，张峰的事情这次真的是回天无术了。我刚从明宇那儿过来，他人一下子都变了，他特别苦恼，他知道这次大刘是冲他娶的，我真的怕他们两兄弟真的就成了仇人了。还有爸爸妈妈那边，他们老两口现在连吃饭睡觉都成问题了。梦莲，不是我是大刘的妻子，我就不为他辩什么。其实，在这件事情上，这还左右不了什么。事情走到今天，我想是有原因的。明宇是聪明人，他做了什么，我想他比谁都更清楚。这些日子总有人对我隐瞒一些账目，因为我毕竟是龙腾公司的总会计师，所以我仔细查了这些账目。梦林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，这些数目惊人的不明支出和收入，稍稍有脑子的人都会想想它的来源和去处的。嫂子，我想你一定是多虑了。你看看现在哪家大的公司没有点账目上的问题？我自己的公司也有。不过，你既然这么说了，我想我会去问问明宇的。明宇对我这么好，我不会灭着良心去害他。这件事我没和大刘说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赶紧想想办法吧。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想大刘不会停手的。嫂子，我懂了。大家辛苦了，这段日子工作今天总算有了回报啊，抓到了首犯张峰，击毙了张峰的主要爪牙芮东兴，从根儿上彻底摧毁了以张峰为首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。我代表市委向大家表示祝贺呀！ 准备什么时候审讯啊？马上就开始，你就等着好消息吧。张峰可是块硬骨头啊，可不能掉以轻心，而且对他要进行一个长期的持久战的准备啊。唐豆，放心吧，他就是铁嘴钢牙我也能撬开他。三天之内我让张峰竹筒倒豆子。哎，王明，你可要注意纪律啊，不要动粗，这是个大案子，方方面面都要注意影响。张峰是个人精，不要让他在这方面来钻咱们空子。好，陆书记的指示非常非常重要啊。陆书记您放心，我在这儿盯着呢，我绝不让任何一个人动张峰一个手指头，反正他有口供咱们能够查。哎，他就是没有口供咱们也能够把他查下去，我们这儿已经有张峰大量的证据了，到时候不求他张峰不开口。好，我最后说一句，抓紧时间，争取在年底以前把这个案子了结。大家有没有决心呢？有。好好好。聂市长，
张峰抓住了。哦，这一切不就了结了吗？就是就是。据我所知啊，天都市这几年所有的血案呢，都跟这个张峰有直接的联系。这个家伙这几年没少干坏事啊。明宇呀，是被他蒙在鼓里。这下好了，张峰一抓住，龙腾集团的走私案是不是也该告一个段落了？赶紧审，赶紧判。张峰一枪毙呀，咱们对社会是不是也该有个交代呀？哎，这话不能咱们说，得庞天岳说了才算。嗯，啊，等他们一审完，案子一了结，把材料转到检察院，嗯，我才能真正的松口气呀。是啊，哎，陆书记今天一早已经到市局去了。哦，是吗？啊。危难见真知，是啊，这回啊，多亏陆书记做工作，要不明宇还不知怎么样呢。就是，嗯，等案子了结了，我让明宇从他那位置上下来，该读书读书，该考察考察，啊，做什么生意嘛？哎，中央不让干部子弟做生意。就是完全正确的，就是。蕾蕾啊，这个展览厅还满意吗？还不错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展览厅你想待多久，你就可以待多久。哥，我心领了。蕾蕾啊，这几天我看你情绪不太对头，我跟你讲过，是你的事儿，你去想去做；不是你的事儿，你不要考虑。怎么回事？现在，哥，我不想办展览了，我觉得办与不办没什么意思，我想回去。哎呀，蕾蕾呀，你怎么跟小时候一样长不大呀？这事儿高兴干了就干，不高兴干就不干。怎么搞的？哥，我怎么觉得你越来越冷漠了？我有点怕你。是吗？你怕我？不会吧，我觉得你倒是越来越神经过敏了。哥，我知道你很疼我，你要是真的疼我，你就停手吧，震撼哥那儿是要动真的了。蕾蕾啊，蕾蕾，我一直不希望你掺和这事儿。你哥没事儿，你应该相信你哥嘛。我不替我想，我得替你想吧，我得替爸爸妈妈想。你是故作轻松？什么故作轻松？我告诉你，没事就是没事嘛。刘震撼是白忙活，你信不信？这些事儿，如果你真是想回去的话，我不拦你，办完展览你回去，好吗？我拿你真没办法。喂，叶总吗？我是黄胜啊，有件非常重要的事，我要马上见你。那就老地方呗。这件事可是需要打点的。我会带着。你可得快点。好嘞好嘞好嘞。刘振汉他们这两天计划提审张峰，我真担心要出事儿啊。行，好好好，那我就等你了。哎，再见。这是我呀？哎呀，我这脸有这么长啊？比这还要长。鼻子有这么大？比这还要大。眼睛有这么小？比这还要小。人有这么老？其实比这还要老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看给你气的。行，那你先在这儿准备吧，我出去办点事儿啊。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。
贺科长，您看这批报关物资符合手续吗？喂，是贺老师吗？哦，我是毛毛啊，我这边时间不多了，你赶紧拿着东西带丹丹过来吧。你到了，我马上过去。英国那边的学校呢，我已经替丹丹联系好了，这件事还得赶紧抓点紧。您先把手边的工作放一放吧，咱们交给您再说。好，毛毛，我把丹丹交给你我就放心了，我现在是不能走开。我现在去接丹丹，完了之后我把黑皮本子一块交给你，我马上赶到。我住在良友饭店201房间。好，一会儿见，拜拜。张峰会不会招啊？我相信他不会吧，我了解他。再说他还有个丽丽在我的手上，他不会不考虑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谁都不能相信。你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。最坏的打算嘛，就是张峰不见了，一了百了。这倒是个办法。不过在这之前必须让他知道他并没有被抛弃，只有这样他才不会乱咬。你真是个人才。王秘书，这是用你的名字登的，我还要打球，先走了啊。哦，现在的看守所长是谁啊？哦，自己人，曹大良，你认识。再见。刚关进去嫌疑犯，你们俩给我看好了，不能出任何的纰漏，听见了吗？是。能看出他是个百万富翁吗？看看现在这个样子，哎，这人呢，就那么回事儿。你玩吧。你好，李明宇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带丹丹先走吧。啊，贺科长，我在英国给他联系了一家医院，这个医院在国际上很有名，而且像丹丹这种病，他们治好过。我跟他们院长联系了，他们院长答应了，这是他们院长的名片，你可以随时和他联系。李明宇，
只要你抬手放走丹丹，我不会走，我会留下来，给天都市一个交代，给你一个交代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你是在说我在害丹丹是吗？你身为他的父亲，你应该知道这孩子路还很长，他要学习、工作，还要结婚，还要生孩子。你作为父亲，你可以不考虑吗？很奇怪吗？好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再见。回去再跟你说。嗯。让你坐了吗？我不就是得坐这儿吗？我先坐下来，省得你废话。啊？还摆你张总的谱呢？你知道这什么地儿？你只有老老实实的交代问题，可能还有条活路。要是想顽抗到底，张峰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的生命进入倒计时了。小磊。你也不打听打听，我张峰是怕死的人吗？我当年上战场的时候，你还撒尿和泥呢。来，给我一枪得了。你当我不敢啊？为什么？不可。这一个。来一根。水喝吧。啊，不用。毛毛。嗯。李明宇还不至于伤害丹丹，我必须留下来，算个人质吧。来，坐。这个交给你，这是天都市龙腾集团总经理张峰亲手交给我。相信中纪委会认可这个证据的。那你跟我一块走吧。不行，我只能跟你说，我是个罪人，我一定要赎这份罪。等天都市雨过天晴的那天，你会明白，你心中的贺老师还是没有变。我活了40岁。才懂这点事儿，才读懂了你。只要你心里明白，在这个世上，你是我唯一可信赖的人就够了。